不满表妹笑样衰，表哥戒颈认衰呀、啊。有少少肥，样貌一般啦、啊。27岁无业嘅潘达明，寻日承认伤人罪。案发一月，由新西兰翻嚟香港嘅表妹陪阿妈去探姨妈，佢收到风都去买。后嚟表妹去厨房嘅只吊尾，突然用把生咗锈嘅戒刀戒表妹条颈。好彩只系轻伤，伤口只得4cm 啫。警戒之下，佢就话几年之前表妹笑佢样衰，佢一直耿耿于怀。佢几年就喺出面唱衰我，我谂起呢件事就嬲啦，咪用戒刀戒佢咯。辩方就话把戒刀系用嚟戒指伤之后，潘达明大意留低咗喺裤袋噶。仲话潘达明原本喺澳洲读书，但18岁嘅时候父母先后离世，佢继承遗产之后就寄居去姨妈屋企，但姨妈收佢租同伙食，佢就认定姨妈系为咗钱至收留佢。法官判刑嘅时候就话潘达明嘅行为极危险，但考虑到表妹已经完全康复，所以就判佢监禁1年。不过最惨嘅系，佢姨妈寻日赶嚟法庭，打算呈交求情信噶，但逮捕嘅时候已经散咗庭啦。